咁呢個之前個單位咧，就佢咧，我哋係見到佢有太陽能嘅電板嘅。咁咧有一個好嘅消息咧，就係佢嗰個所謂嘅能源嘅certificate 叫咩？證書。證書能源證書咧，所謂能源證書咧，喺歐洲嚟講咧，佢由 A 級到係好似 F 級啊。咁咧通常啲舊樓咧都係 C、D、E 級嘅，即係就意思咧係點解咧？個牆夠唔夠厚啦，夠唔夠保温啦？咁咧嗰個有太陽能嘅關係咧，因為佢又環保啦，之餘係新樓啦，即係所謂嘅葡萄牙新樓啦，就係 A 級嘅。咁依家咧，我哋講呢一個單位啦，佢呢個面積咧就係包埋車房係195平方米，咁其實實用面積咧應該150平方米嘅。咁我哋咧都係一樓啦，有 lift 啦，咁啊嗰個管理費係47歐元平方，47歐元咁都幾抵。有車房啦，係一個 T3，咁佢有兩，一個係套房，一個咧就客浴。咁啊，咁呢個 entry level 咧就 B 級嘅，咁其實都好夠暖噶啦，因為咧全部啲窗咧都係雙層玻璃啦，年份2017年，咁咧都好新淨咯。我睇嗰啲油嘅質素咧，即係好似啱啱油過嚟嘅。咁你睇到咧，佢周遭嗰啲環境咧都幾優雅啦。佢有俾錢俾啲員工咧去執嗰啲園藝嘅服，就咁樣唔錯。咁我哋依家咧係個區份係望天做。約莫可以租到係1000歐元一個月。